的優勢是這個一國兩制，我們既是內地的城市，北京上海是一樣，我們也都在外面跟倫敦和紐約是一樣，這個就是我們的強項。所以我們是要抓住領導人說的，我們是引進來走出去不可替代的雙向平台，這個就是我們的定位。我們香港的強項呢，就用所有的資源都是掌握在我們裡面。舉個例，我們出去的就可以並存出海啦，跟內地企業就合作，我們都可以跟日本、韓國、歐美合作的，不是一定內地企業嘛，這個就是香港的強項。第二樣嘢嚟嘅咧，全世界都係我哋嘅夥伴嚟嘅，亦都係同合作一齊入翻去內地投資。所以香港唔好只係諗自己，一定係要諗咧，我哋國際化係統攬全世界嘅全局，就係香港人要走嘅路。我諗緊要嘅就係、我哋係歸納標準同埋標準嘅互聯互通嘅一個平台，因為標準咧好多時候就會帶動投資。帶動我們的產業發展、經濟發展。那香港獨特之處，因為我們一國兩制背靠祖國聯通世界，我們是有這個優勢，也有這個能力去做好標準的互聯互通。所以不論是一帶一路發展也好，甚至是 RCEP 發展也好，規則標準的互聯互通將會是產業發展的一個先驅。